各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德育课本故事的初级替篇《田真探经》，请先看图像四句。田真昆仲，一分子经，树极枯死，悲悔同生。这一则故事讲到田真他们有三个兄弟，在彼此长大成家之后，他们就想到各自分离，各奔前程。于是三个兄弟彼此就把财产都分好了，最后还剩下庭前有一株紫荆树，一棵树三个人怎么来分呢？所以三个人商量的结果就是要把这棵树把它劈成三等份，一人分一点。想不到这一棵树它隔天它就枯萎的。三个兄弟看到这种景象大为震惊，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忏悔，为什么手足之情要这样分割，连树都为之涕泣，连树都觉得伤心，连树都不想再活下去。所以紫荆树他有感于这一家兄弟他们骨肉之情今天要分离，又要将它砍啄，他都感到心痛，都感到伤心。他视线了即使的枯萎，感动的三个兄弟最后回心转意，一家又和乐共处在一起。请看课文。田真探经。随田真、田庆、田广兄弟三人，一分财产，资皆均贫。隋朝田真、田庆、田广三个兄弟在成家之后，他们想就各奔前程，所以就合意要把家里的田产、祖产、不动产种种的财产各分为三等，而且都已经讲好了，相当的公平，三个兄弟也没有异议。然而庭前有一棵树怎么办呢？请看课文。堂前有紫荆树，茂盛，一分为三，其树即枯。三个兄弟来到了堂前紫荆树前，看了看，觉得紫荆树长得非常的茂盛，可是归谁所有呢？于是三个兄弟想一想，那么就给他砍成三段，一人分一些，带回去还可以当柴烧。三个兄弟就在紫荆树前这样子谈到，而树感受到这一家即将分离，他在这一家生活也好几十年，才能长得一棵像样的树，才能容貌
能茂盛，树都有感情，为什么这一家田真他们三个兄弟竟然如此的无情无义呢？当田真他看到这种情形，就说道：真叹曰，树本同株，文将分浊，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田真看到紫荆树就如此的枯萎死去，从历史的记载是说，这棵紫荆树一夕之间好像遭到了火焚烧一样，就黑掉枯死的。当田真三个兄弟在树前如此的忏悔，当时隐约仿佛有听到树跟他说道：我会再回复过去一样的茂盛。所以田真非常的有善根，看到紫荆树他如此伤心自己先死亡，感动了田真，叫醒了田真三个兄弟之情。他们认为兄弟就好比同气连枝，怎么可以分离呢？本来就是同一株树，本来就应当如此的茂盛，为什么要把它强制的分离？所以田真三个兄弟在这个时候真的是悔恨交加，因悲不自生，兄弟复同居，愈相有爱，紫荆复容貌如故。田真三个兄弟看到紫荆他如此的牺牲壮烈，于是非常的伤心，没有办法想象树都可以如此的做这样的牺牲自己的生命，都不愿意再活下去，都没有勇气再活的这种志向，何况是人，人也是有血有泪的，看到这样的情形，所以田真三个兄弟就和复如初，紫荆树它也恢复了过去一样的茂盛。李文耕谓：田氏久系，其庭树亦夫荣于和气之中。李文耕说道：田家他们兄弟久系，这个系就是和睦相处，本来他们一家是和睦相处，而且就在一团和气当中，所以树木也非常的茂盛。我们知道中国的谚语非常的有名，对于家如何兴盛，就以一个家和万事兴来代表，一家不和睦，这个家就不成家，一个人身体不协调，身体就必遭病魔的侵袭，一个团体不和睦，这个团体也很快就会瓦解，一个国家不安，那么这个国家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难，百姓在其中生活也一定
惶惶不安。所以这个和何其的重要。所以李文庚他就讲到，原本田氏这一家花果芙蓉，花草树木都非常的兴盛，都非常的茂盛，都是因为这一家本来是和睦之家，所以至于惜才易居，伤其和气，即不闻纷浊之意，树亦应枯死矣。这里就讲到万物也都有感情，他们也都有情怀，把主产就在这个时候把它分散了，兄弟各奔前程，不能合在一块儿。身心在天之灵的这些祖先看了也会为之垂泪，更何况要把这一株树把它劈开。所以李文庚就讲到，树都有感于这一家即将分离，所以也会感受到这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是个很残忍的事实，所以树他都不想活了。宋朝有一位隐士叫林和靖，他一生恬淡世间名利，所以就隐居在西湖，一生不娶妻，种植了许多的梅花，养了不少的鹤，所以他自己就以七梅鹤子来自居，这些树木伴了林先生一辈子，这些白鹤每天也陪伴着林和靖，日子非常的悠闲。到了晚年，林和靖过世的时候，他所种植的这些梅树一棵棵的枯萎而死，而他所蓄养的这些白鹤也一只只的悲鸣不已，隔了不久也相继随着林和靖而去的。可见一个人他的心只要真诚心一发，他可以感动周遭的万物，哪怕是一草一花一树一叶，也都能感动的他们。然而如果人也发起的恶念，极大的恶念，也一样会让这些万物感受到您的恶劣，您的恶行。所以人在起心动念应该要特别的注意，想一想，人生数十寒载，兄弟姐妹一回相见，的确是一回老，难得有兄弟之情，我们应该要珍惜，要把握，等到失去了才空自悲号，一切都为时已晚。田真的这一则故事正足以说明骨肉之情，手足之爱，我们当要珍惜。接着我们再看下一则故事，请看李姬焚墟。先看图像四句，
李姬在关，未解煮粥，火焚其须，不用妾仆。读到这四句，就会非常的感动。李姬跟她的姐姐，他们的感情何其的好，真的是很令人羡慕。这一则故事讲到，李姬她当时为官，官至仆射，仆射就好比是宰相一样高的位子。有一次他返乡探亲，顺道就去探望姐姐。这时李姬年纪也很大了，姐姐比她更高，年龄更高，也正好姐姐身体也不是很好，于是李姬就多待在姐姐的家里，亲自为姐姐煮粥给姐姐吃。煮粥的时候，刚好一阵风吹过来，李姬不小心把胡子给燃了。姐姐就说道：“老弟呀，你何须如此呢？家里不是有那么多的仆妾，由他们来做就好了，你又何必自苦如此？”李姬他就说道：“人一辈子有这种情形是非常的少，即使我以后想要再做这样的事情，都是不可能再出现的。”这样智人的一番话，我们读起来真的是令人悬然欲泣。请看课文。李姬焚须。唐·李姬，字茂公，本姓徐，太宗赐姓李，以公封英国公。李姬是唐朝的人，他的字叫茂公，本来他是姓徐，后来因为太宗他有感于李姬对于国家的功劳非常大，因为当时太宗跟他的父亲李渊一起打天下的时候，李姬随着父子俩南北奔跑，出生入死，非常忠贞，父子二人。所以等到天下太平，唐朝建立，于是唐太宗非常的感念这一位功臣，封了他叫英国公，而且也赐姓为李。过去如果皇帝赐姓于你，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殊荣。所以原来李姬他姓徐，叫世姬，徐世姬，也就因为受封了之后就更姓，名也去掉中间一个字以避讳，跟皇帝同名，所以就称为李姬。初为仆射时，其姐病，姬亲为燃火煮粥，封回焚其须。唐初的时候，李姬被封为仆射，
在这个时候，可以说官阶非常的高，很难得一年有回家省亲的时候。就在一次回家探亲，探望故里的父老，也来看望姐姐。姐姐这个时候是巧生病，所以李姬就留下来照顾姐姐数天。等到姐姐病情好转之后，她再离开。在这一段时间，李姬她侍奉着姐姐，最难能可贵的是她为姐姐熬粥。我们晓得，过去煮一锅粥实在是不简单，用木火你要控制炉火，不像我们现在瓦斯炉一开你要控制大小非常的容易。在屋外拿个小炉火就煮起了粥。我们晓得烧木头的时候都要用一把扇子来扇火，那么它的火才能燃起来。木材少了，又要及时的添加木材，才有办法让这个温度继续燃烧。墨雪小的时候也做过这些事情，早上起来一定要先烧煮开水，就在炉火上面烧，所以深深体会到烧火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火一不注意，你的脸就在旁边被烧得满脸通红。木材添加的不及时，没有适时的添加，你会被这个乌烟熏得满脸乌漆麻黑的。那么我们想一想，李姬她年纪已经这么一大把，就蹲在屋外煮粥，想不到一个不小心一阵风吹来，把她的胡须给烧燃了。我们晓得像这样的情景也是蛮恐怖的，也是会令人吓一跳的，因为胡须跟脸部很贴近，一个不小心都有可能把脸烧伤或者烫伤。所以他的姐姐就讲到，仆妾多疑，何自苦如此。姐姐看到弟弟他这样为他这么多心这么辛苦亲自煮粥，所以就跟弟弟讲，你何必如此，家里佣人这么多。的确是如此，富贵人家往往他们不会亲手做羹汤，更何况李姬他当时身为宰相之高官，他都还这样亲自为姐姐奉侍，这个心就非常的难能可贵。此刻李姬他就说道，姬曰，岂为无人也。怎么说是没有人呢？但是这个做这样的事情它有很深的意义。故今姐年老，姬亦老，
看看今天，姐姐也这么老了，而我也垂垂老矣。能得几时我们有这样能亲近在一起，能融洽的生活在一起呢？所以他就接着说道：水欲朔未竭主舟，岂可得乎？虽然我很想为姐姐多多的煮粥，可是这种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岂可得乎？哪有可能经常有这样的机会呢？因为李姬她为官一定是在京城，很难得数十年才有这样的机会让姐弟相逢在一起。由此可见兄妹之情、姐弟之情、兄弟的情谊是一辈子不可分离的，就看人如何来对待。所以李文庚他就讲到，李文庚曰：姐妹出嫁，夫将弟兄一等，然故我之同气也。李文庚在后文赞叹的结语当中说道：姐妹长大之后就出嫁到夫家，对于将夫，这个将夫就是碰到父母过世扶伤的时候，这些姐姐妹妹已经出阁回来奔丧，将夫都要略逊一等。尽管是如此，然故我之同气也。姐妹永远是我们一体的，都是同气连枝的。父母就好比是一棵大树的树干，所有的枝干就好比是子女一样，都是同一株树所开展出来的。因此在过去的人，他才会形容兄弟姐妹就如同四肢一样不可分离。况父母牵挂尤多在于女儿，爱父母未有不爱及姐妹者，更何况父母一生所最担心的是儿女，是女儿她的终身幸福。如果遇人不淑，一辈子都命苦；如果出阁之后她生活幸福美满，父母才会感到安心宽慰。所以天下父母心，即使女儿出嫁之后，父母依然会经常日以继夜来惦记着。所以为人女儿即使已经出嫁，我们也要经常的关怀娘家的爹娘。此地讲到李仆夜未竭主舟，焚须不顾，独其对解数余，其慨恻之诗溢于言外，令人凄然深感。读到他对姐姐
短短的数句话，慨恻之思溢于言表，真的是很令人感动。的确，手足在晚年还可以相聚在一块，这是很难得的机缘。有这样的机缘，为人子者更应该把握住。尤其在儿女有成，年纪已经大了，这个时候再看到姐姐，再看到弟妹，也会觉得非常的欢喜。毕竟兄弟姐妹不见得每一个人他都很长寿，尤其到了晚年，兄弟姐妹之情，如果儿女能经常为他们办个聚会，相信每一个人都会觉得非常的快乐，也会特别珍惜在晚年这一段日子。您说是不是呢？李基焚书就为大家报告到此地，请接着再看下一则故事。文本启恩，请先看图像。文本有地，太宗不悦，婉屈成情，泣下呜咽。这个故事说到，陈文本他有一个弟弟，也是当官，但是他的弟弟由于交友不慎，许多的表现都不是很好，而且频频出状况，让唐太宗看得非常的不欢喜，所以就有意想把文本的弟弟放出关外，也就是让他到偏僻边远的地方。文本听到之后忧心如焚，他向太宗祈求着，希望太宗能给他弟弟一个机会，因为他的弟弟自幼就失去了父亲的教诲，母亲一生所最惦记的、最钟爱的、最挂心的就是他的弟弟。如果今天弟弟被外放到偏远的地方去，无疑就是要我老母的命啊，因为母亲一定会为他操心操劳，他的生命很快就会结束。太宗看到文本这么伤心，这么悲泣着来哀求他，太宗深为感动，最后就收回成命。请看课文。文本启恩，唐陈文本为右相，弟文昭任教书郎，多教轻薄。这里讲到陈文本他当右相的时候，右相官阶也相当的高，弟弟叫文昭，他担任教书郎的工作，就是校对经典的官，多交轻薄，所结交的朋友大部分都是轻浮，
没有修养之人。我们深知朋友影响人的一生非常的重大，无形当中好的朋友会帮助我们有所成就，不好的朋友一靠近，我们也会大受影响，受其污染，甚至为非作歹，都会被污染于无形。所以交友非常的重要。孔夫子他也告诉我们，交友应该要注意，结交善友要如同有质有量有多闻这样的朋友，我们要多结交。好的朋友他不会奉承你，他不会阿谀于你，你有一点点的过失，他会跟你婉言相劝，你有困难他会拔刀相助，他会为你分担解忧。那么不好的朋友我们就要远离，就好比是有偏僻，有善柔，有偏佞。朋友喜欢吃喝玩乐，朋友喜欢讲一些好听的话让你听，朋友喜欢讲一些你最喜欢听的话，明明你做的是不对的，他还要硬讲你好。像这样的朋友，像这样的酒肉朋友，在周遭我们都不难发现。所以结交朋友的确是非常的重要。而今天文昭他也堂堂为一个官，而且长兄文本又是当右相，而太宗他用臣，他非常注重臣子们的德性，所以他看到文昭屡屡出状况，他的行为他的态度都跟昔日不同，探究的原因就是结交了许多不好的朋友，所以才会引起太宗，他要将文昭派官到偏远的地方。所以结交朋友也是非常的重要。当时太宗就讲到，因为他看到文昭如此的表现，所以太宗不悦，谓文本曰：“亲弟多故，朕将出之。”太宗看到文昭的表现非常的不高兴，所以就告诉文本说：“你的弟弟最近出了很多事故出来，朕将出之，我将他要派出偏远的地方。”文本曰：“臣弟少孤，老母特钟爱，令出外，母必愁悴。”文本这个时候他就讲到，我的弟弟很小就失去了父亲，只有母亲从小把他拉拔长大，所以特别钟爱他，特别的溺爱他。如果今天母亲知道弟弟将要被
派出远地，母亲一定会非常的忧心难过，甚至到生命结束。这个脆就是死亡的意思。无此地，是无老母也。荣臣归，疾言劝诫之，因泣下呜咽，上悯其意而止。程文本听到皇上的一席话，非常的难过，他就向皇上禀明，无此地，没有这个弟弟，就等于是没有老母一样。能否容臣，能否容我回家，赶快极力的劝诫我的弟弟，希望他能改过迁善。讲到这么伤心之处，悲咽不已。所以太宗他也非常的感动，就收回成命。不让文本伤心，也不让文本的母亲忧愁不已。而文昭最后他也真的是痛下决心改过迁善的。所以说情到至处无不感动，况贤民如太宗乎。这里就讲到一个人，如果你用情用到真诚之处，没有不受感动的。何况唐太宗他是一个贤明的国君，他一定会成全文本的一片孝心。文本爱弟，出于至情，实根于至性。陈文本他今天会这么爱护他的弟弟，也是出自于很自然的手足之情，这也是根于人的自性当中，本来就是纯善的，本来就是非常仁慈的。所以这样真诚的流露，才能感动的太宗收回成命，发悲哀之语，诚恳切之中，且垂涕泣而道之。他听到弟弟的情形，所以他非常的哀伤，哀伤母亲如果因为弟弟真的外放到偏僻的地方，那么他们这一家自此之后见不到母亲的笑容，一家仿佛就失去了阳光一样。悲惨的事情一定会接二连三的发生。所以太宗听到文本发自内心的哀伤，这么诚恳的言语，怎么不会受到感动呢？所以足以感动君王收回成命，得免慈亲之愁悴，兼保弱弟之安宁，殊令人叹服不至。这里就讲到，因为文本他一片至诚之心，
感动了太宗，所以最后能保一家的幸福。因为慈亲一旦失去了弟弟，必然终日以泪洗脸，那种愁，那种虑，对于一个孝子来讲，他是没有能力来为父母亲解愁，去这种忧虑的。不但他保存了母亲，不会因此遭到这么大的打击而忧愁，同时他也让他的弟弟也能重新改造为人，能断恶修善，属令人叹服不至，可以说非常令人感动，没有办法来形容。那么我们也借这个故事来反思，如果唐太宗他不是这么贤明之人，陈文本他今天的祈求可能就没有办法满愿，而唐太宗他的英明，他对臣子的辛劳他也非常的爱护。就好比前面我们所说的李姬，有一次李姬他生病了，太医认为其中要有一服药是要胡须去燃成灰或药才能治疗李姬的病。当时太宗听到了之后，马上拿起了剪刀，就往自己的胡子剪了一撮，剪下来，交代给太医去配药。等到李姬他病愈之后，听到了皇帝为他剪下胡须，非常的感动，所以就磕头，磕头磕到流血。这样的感动，感动皇帝他可以为他付出一切，所以孔夫子讲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唐朝的历史当中，唐太宗跟这些臣子们他们的互动，的确我们看到了他们真的是如此。而陈文本他为什么今天也能深受太宗的器重呢？原来陈文本他是一个文笔非常好的人，他幼小的时候，他的天资，他的禀赋，他的表现就与众不同。在他14岁的时候，父亲因为有人诬陷，所以坐狱了。年纪小小的他，他到衙门里头为父亲伸冤。当时县令还有旁边的文官们看到一个孩子他能如此的勇敢为父亲辩解，而且看他对答如流，于是在当时
就命他作文，做一篇词。他在当时，在极短的时间就写出了一首《莲花赋》，结果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他的父亲也因为文本他的一片孝心，据理力争，提出了许多证据，终于为他的父亲伸冤而获得清白。所以文本他的学问，他的品抄非常的好，也因为他的文笔最为突出，所以当时唐太宗就命他为这个所有诏书，所有一些对外发表的文告，这些诏书全部都由文本来担任。从史书的记载，文本他的文笔相当的好，而且记忆力非常的佳。皇帝所交代的事，文章可以及时就完成，所以文章可以说浑然天成。太宗因而也说，有文臣在，这些诏告，这些对于天下的诏书，一切都没有问题。因为他跟过去写诏书的人有最大的不同，是文本他的文思非常的流畅，而且文章几乎就是出口成章。历史他是有这样的一段话记载，因为来不及写，他就口述，有几个童子呢，大家一起来书写，很快的就把这些诏书完成。完成之后，大家一看文章的内容也相当的好，所以文本他在当时是以文为出名。也因为他的表现特为突出，所以太宗也针对他也非常的器重他，所以他今天能向皇帝祈求他的弟弟，也因为文本他本身是一个有修有学之人，也是值得推崇之人，所以才能赢得尊重。从文本替弟弟启恩的这一段话，我们可以深深感受手足之情，原来也是出自于内心的一片孝心。所以百善孝为先，在此地我们可以更加的清楚见到了。今天时间已到，就为大家报告到此。